阿信哥来带我飞啦！来来，看看阿信表演啊！我们来跟这个高手一对。抱歉，就光我。哎，你看阿信的起跑怎么都那么快？然后我要请教阿信起跑为什么那么快？阿信的起跑屌赢哎！高手高手，前方高能哦，前方高能哦！哎呦，这个路弯点，哎呦，好贴哦！一个外甩内，我没满，差一点点。我这个阿信在浪哦，阿信在浪哦，这个甩尾，哦，精锐精锐，很会很会。我这边哦，好快哦，这个贴弯，为什么我觉得他那个舒适怎么看起来有点肥啊？看一下怎么贴，好猛哦！阿信，你把后面的人海放爆啦！哦，还浪了一个撞击，哎，哦，360360，来来来，阿信带我飞啊！跟着阿信的路线走就对了。哎，结果没有满。看我没办法跟着他路线走，一直没满。有有，我这个高手的路线有有有，跟高手的路线太很重叠了。有没有没有？有有有！我感觉我像高手一点点喽。有没有跟着阿信的路线走，我也可以变高手的？虽然一直没有满，是不是？嘟嘟嘟嘟，可以可以，阿信带我飞，叫太累了。新手上路，求关爱。五秒啊！好，感谢废柴阿哲的订阅。先转回来集个气哈，大家都知道我的最会就是集气了。啊靠，没集满。啊，七秒了。靠！这样追得到吗？这有没有后追啊？我们先看到一个，我们先看到一个。哦，有有有有！哎呦，他怎么会有我这一招？我以为只有我会。啊靠！哇，这个助攻太强了吧！哎，又没声音，我又按错了。很顽强哦。让我来一口尾流，撞爆你！啊，完蛋，飞太过去了。绕跑绕跑，
过了。360，等转了。可是我没气了。没事，这个在我们的节奏范围内，应该是不会输了吧？这一局。OK， 这里现在没有人，赶快来练一下。可以，但是，刚刚是没按到氮气啦，不然就过去了。可以，成功获胜。还好，感谢小尼妈的订阅、追踪，是什么订阅？追踪，对，追踪伙伴。求关爱。感谢加入我频道。浪太少了，真假的？我哪知道、啊？我刚刚已经浪很多了。啊，起跑到底怎么起跑的、啊？森林木桶超难的，好不好？一直点哦，你说点那个起跑吗？这会不会点一点变那个、啊？点一点会不会很奇怪？我要跑得好顺哦，不愧是高手。他应该我在猜他应该有从那个路府跑回来玩的吧？我自己猜啦，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是先去玩路府，就像是我们先去韩服练完再回来玩台服的概念有点类似。真的跑得很贴、欸，教科书跑法。顺哦，可是你走那边我没有气啊，呀，我没气，我要走到那个，啊靠，弄瘪了。啊，我们队友趁现在来练一下。转过头，阿信给我好大的空间啊，我们可以练一下甩尾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不行，要输了，不行，完蛋了，我们要输了。我差点玩到输，还好，差点就输了，哎呦，吓死！太空玩也不能跑啦，每张地图都可以用反向机，当然啦、啊，这是个技巧，不是因为地图设限。极速空港是什么？黄山。也不行玩，因为黄山是一圈土，就跟你说大队接力就只能玩两圈土，对不对？不然要怎么跑？要怎么接棒 ？CW 要喷，你走错棚了吧，哥？三道球也不能玩啊，三道球也是一圈土啊！哇，我的队友发飙了！我操，我的队友发飙了，1-4啊！刚刚直接卡住四个人啊，好扯哦！我靠！我的兄弟，迷夜兄弟，可以了，迷夜，你可以了。我的队友是大腿，怕了吧？啊，1-3啊！我想说，你看了我4年从来没进过房，我也没有法让你进来，我不知道你是谁啊！哎呦，有时候会那样子、欸，就是甩不满，奇怪。
我不能再玩了，睡不到。我看到人，你看到人。我靠，追不到第一名啊！追不到第一名，我已经很天了。不愧是连说要追不到，走那么远啊，走那么远啊，追不到哎、欸！我操！哎、欸，我可是我跑57哎、欸。